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50面，550面，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倒数第四行，普贤行愿品曰：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舍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经上举了7个例子，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个7句非常重要。佛法的兴衰，我们自己学佛能不能有成就，这个7句可是包括尽的。如果我们能做到，那就是真实成就了自己修学的功德也真正是报佛恩正法必定救助如果这个7句有名无实，那我们自己就在造罪业，不能往生，果报肯定在三途，佛法必然是渐渐衰灭就关系太大了不能不重视，不能不多说几句。如舍修行要从头来起，当中是插不进来的。舍善业道是佛说的，这是入门初学必修的功课现代学佛人疏忽了，没有从这修这一条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是善业道。第一条里面4句话，第一句是孝养父母，第二句是奉事师长，第三句是慈心不杀，第四句修持善业。这个4句我们疏忽了，所以学佛修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冷静认真的去反省，那我们每一天是在造罪业，不是在学佛你要不认真反省，不知道以为自己还修得不错，为什么十善业道做不到？前面3句没做到，头一个
孝养父母没做到，不孝啊，第二个呢，奉事师长也没做到。中国谚语所谓尊师重道，没做到啊。为什么不敬老师？这一道不重视。因为不敬老师，当然就不重视你所学的道。如果对所学的非常重视，你自然就尊重老师，老师指导你啊。那么如何落实孝亲尊师？这个是要做的。给诸位说，都在《弟子规》里头。能够把《弟子规》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有了根了。这个根是什么根？世间法诚圣诚贤的根，出世间法成佛成菩萨的根。你有了，你才会成就。如果没有这个根，怎么成就法？我们今天修学就根不要了，要好看的，花果很好看。这个大乘经呢是花果，四书五经是花果，好看的，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没根。有根，这些东西都是智慧；没有根，这些东西都是知识。知识跟智慧完全不相同。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的，而且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啊，智慧是圆满的，解决问题绝对没有后遗症。西方极乐世界是智慧，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知识，这个是佛弟子要认识的清楚啊。世间人搞不清楚，学大乘的人很清楚。弟子规十三页，你说不学能行吗？一定要认真的去学。父母呼应勿缓，这头一句父母叫你赶快答应。隐身，任何人叫你都要赶快答应。这是用父母来代表啊。为什么？这是礼貌。这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开端这个关系是善是不善，开端是最重要人与人见面首先打招呼，它有亲切之感陌生人也会变成亲人
这个世界才有和谐，才不会有冲突啊，不会有猜疑。你说这句话多重要啊！《大乘菩萨戒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从这几句话里头就能体会到，佛陀是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一切众生。啊，那佛是什么样的人啊？佛是一个究竟圆满的人，纯净纯善，没有丝毫缺陷的人。啊，那么这个人的心态我们应当学习啊。我们的心态跟他本来是一样啊，迷了啊，迷失了啊。所以佛菩萨的心态是正常的心态，我们今天心态是反常的心态，是错误的心态。那我们不从这里学，不从这里扎根，那怎么行呢？啊，净宗同学，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缘起里面就提出五个科目，我们日常生活必须要学习的，啊，要把它做到。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的根就是弟子规。我们如果把弟子规疏忽了，净业三福就等于零，你就学不到，你才晓得这个东西多重要啊。那要不要如根道这两样东西，那就学小乘。小乘太多了，不好学啊。弟子规是儒家的这些大德，把儒家扎根教育收集在这一起，也是集大成啊。360句，一个句是一句三个字，1080个字啊，儒家扎根的教育完全是人道啊。啊，感应篇里面就扩大了，不但有人道，有天道。啊，十三业里头有佛道。所以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儒释道三个根都在里头啊。啊，不从这里下手，所以自己一身的毛病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修得很不错啊。到临命终时依旧搞轮回，不得往生，你的怨恨心就生起来了。我修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啊？自以为是嘛。那佛菩萨把标准摆在你面前，看看条条不及格，你没话好说。佛菩萨不会做这个事情，阎罗王会干这个事情，会把这个摆在面前给你看，
你服不服？阎罗王有，不是假的，哪里来的？你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假的。啊，你的不善业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啊，人为什么不能做佛？不知道利益众生，天天打妄语，你说你造业多重？不学佛没造这个业，学了佛说天天打妄语，打什么妄语啊？骗自己，骗佛菩萨，骗众生，每天都干。你打什么妄语啊？你早晚扩诵，你都不是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度是我誓愿度，要利益众生呢，还是自私自利，还搞名闻利养？啊，口头里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实际上没有度众生的心。只有占便宜的心啊！啊，念念想占众生的便宜，念念在欺骗众生呢，在把自己养肥呀，不就干这个事情吗？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给利益众生供养180度的相违背。啊，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你能怪谁呀？啊，通通怪自己错用了心啊。啊，要认真去反省。啊，每天早课。早课的目的是提醒自己，啊，我今天一天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诲。晚课就是反省，就是忏悔。我这一天当中，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啊，做对了要鼓励自己，明天继续干。做错了事情，明天决定不能干了。要断恶，要修善。啊，要承认自己的习气重。啊，烦恼重，习气重。自己一定要承认，啊，有意无意全犯错了。佛经天天读，境界现前就忘掉了。他不是不知道，知道，是不是明知故犯？也不是，习气在做主，习气在操纵，自己无可奈何。啊，这叫业力呀，习气就是业力呀，业力不可思议呀。啊，依教奉行，就能够对治业力。啊，《弟子规》是戒律，根本戒。有《弟子规》，有感应篇。十善业道就做到了，就不难了。啊，今天十善业道做不到，就是因为
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啊，随时善业你做不到。那这不能不重视啊，不重视这一生决定空故，那真可惜啊。在六道轮回，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缘，不知道到哪一劫啊，在六道里的轮回，不知道受多少苦，不晓得到哪一劫才再遇到啊。所以佛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真话了。得人生闻佛法不容易 啊，我们这一生抓住了，抓紧了，一生就成就了啊，这是人生佛法之可贵啊，要彻底放下啊，知道六道十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不知道这种事情，所以你放不下。我们现在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听说了，听说怎么样？不相信啊，顶多恭维你说好听的话，半信半疑，实际上根本就不相信，没有疑惑，不相信啊。绝大多数人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怎么知道他相信了？他真敢相信了啊！那学佛的人真敢的几个真敢的人就是菩萨。真干的人他自己干，一定影响他的家庭。那换句话说，他一家人都干，他百分之百的在干，他的家人50%、20%都是跟着干啊，他带头啊，啊，他要是经营一个公司行号，他。整个员工也都跟着干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做实验的啊，做出很好的成绩出来啊，所以带头的那个人是菩萨了。那个人重要啊！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的带头啊，干不起来。啊，摄受众生供养，我们有私心，有偏心，有邪念。我喜欢的人，我摄受他；不喜欢的人，我排斥他。这心不平等啊，啊，不像菩萨了，大公无私啊！你毁谤他，你侮辱他，你陷害他，他还是受你，这个了不起。啊，真心摄受啊，不是假的。啊，念念不忘啊，以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啊，这一生他不能回头，来生等着他。来生后世
一定他会体会到，他会明了，明了就回头了。啊，待众生苦，自己清楚。佛菩萨看到了，天龙护法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出来。啊，所以你说这几条多重要。这三种供养是基本法，有这个前面四种，才有后头三种。勤修善根供养，什么是善根？世间法的三善根，就是世间所有的善法，从这三个根生的，不贪、不嗔、不痴。贪嗔痴叫三毒，贪嗔痴生什么呢？生恶业。感地狱恶鬼畜生三恶报，我们想想，我们还有没有贪心？我们还会不会发脾气？有没有怨恨心？有没有傲慢心？有没有嫉妒心？如果这些都有的话，你哪里有善根？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没有善根那个福德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还好，没有善根有福德，他必定造极重的罪业，来生的果报是地狱。可怕了，所以善根比福德重要啊！啊，没有善根的福德叫痴福，他愚痴，他造恶业。啊，也就是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这就是痴福。果报不好啊！啊，勤修善根，就是佛法里常讲两句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你就知道，戒定慧是善根，戒定慧的反面就是贪嗔痴。啊，用戒来止住贪啊，用定止住嗔恚呀，用智慧呀止住愚痴啊。所以戒定慧是三副药啊，对治贪嗔痴。啊，你不认真修戒定慧的时候，你怎么能把贪嗔痴扶住？啊，贪嗔痴确实在六道众生里面来说，它是无实的烦恼，俱生的烦恼。
那个东西不是修的，是过去生生世世啊带来的。根深蒂固啊，外面境界稍稍一诱惑，贪嗔痴马上就现前。啊，这个现前叫现行，叫造业。啊，立刻就造业了，啊，天天在造啊，相续不断呢，有一些造业自己知道。有一些造业自己并不知道，啊，别人提醒他，他还未必能接受。为什么？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他没有觉得他做错事情，啊，以为所做的全是对的，啊，全都是如法的。啊，其实做错了。处世间法的善根只有一个，精进。菩萨善根呐，精是什么呢？纯而不杂，进是进而不退也。这叫精进呢，啊，也就是祖师大德常说的“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一门深入是进，常时熏修是进，有进步啊。学东西就怕杂，就怕乱。那么现前这个社会学东西它就是杂乱，大概从小学幼稚园就开始，你看父母给他定的课程很多 啊幼稚园小朋友学语文啊，学游戏，啊，又学画画，又学唱歌，又学的这个跳舞，什么都要学。啊，学的那么多就杂了。啊，就是样样都懂一点，样样都不精。他要从小学一样，他将来就变成专家。啊，一门通了，门门都可以贯通。无论是事出世间法，都讲究专精呐。这是善根呐。啊，其实照佛经上的说法，每个人本来是佛。佛是万德万能啊，现在迷失自信变成这个样子。如果听佛的这个教诲啊，佛的教诲指导绝对没有错误，你真听话的时候一门深入，你自己喜欢什么你专攻这门东西啊，十年之后你就变成世界第一了，所以出类拔萃也啊。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学很多学杂了，你一个人学一门，你就突出了。现在突出很容易啊，古时候突出很难啊。为什么？每个人都专精一门啊，你要想能够突出，那真不容易啊。现在是个个都能突出，人人都可以突出啊，只要你有十年时间用在一门上，你这一门就变成世界第一啊。因为找不到人呢像你这样学法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出类拔萃很容易。啊，如果家长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儿女十年之后个个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啊，这是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把精神时间啊精力啊用在一门上。这就成功了。第六句，不舍菩萨业供养，业是事业。菩萨的事业是什么？教学。佛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得淋漓尽致。啊，30岁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一辈子。啊，79岁圆寂的。所谓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啊，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是说办活动。一生当中办过300多次。啊，每一次时间长短不定，有的大活动连续好几年，有的小的活动一天两天。啊，世尊在世一生，也就是49年，办过大大小小的活动300多次。啊，合起来讲经教学49年，这是佛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我们要明白，佛事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世间最优秀的老师榜样。认真负责，而且不收学费。啊，自己生活刻苦，真正做到了代众生苦。啊，物质生活虽然很简单，精神生活是特别丰富。啊，所以佛是法喜充满呐，长生欢喜心啊。啊，那我们今天菩萨业没有了，菩萨业教学。啊，我这一生很幸运。啊，老师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们就接触到了。
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张家大师更进一步的教我，走入这个行业，参加这个团队，释迦牟尼佛的团队。依大乘佛法的教材，帮助众生呐。走释迦牟尼佛这条路啊，一生锲而不舍。我走了60年了。教学教了53年。没中断，真快乐，我感谢老师，念念不忘，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享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没地方找啊，不是老师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想想看，诸佛菩萨是人间第一等的聪明人，最有智慧的人，他们选的行业还会错吗？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人生有3件快乐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人生最大的快乐吧。这句话是什么？就是搞教学吧，教学最快乐，学生当中真正有成就的，得心学问，真有成就的，这多快乐。老师一生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学生当中有最优秀的学生出来，出人头地。人生第一螺丝，真是螺丝，不但这一生快乐，来生更快乐。为什么？学生的成就是他的功德成就，世出世间所有的成就比不上这个成就，这很细心才能体会到，才能了解，这个行业虽然辛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比什么都辛苦，为什么？人家不认识圣贤，不认识还罢了，还糟蹋圣贤，说圣贤是迷信，反对圣贤，所以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痛苦痛苦里头有路这个乐是人家不知道的，这里都有乐。乐是我们自己能够锲而不舍，境界年年都提升了。境界的提升，诸位常常听经的人懂得。我年年讲的不一样。这是境界提升。不是我保留，我没东西保留，我知道全都说出来了，年年不一样。
从来没有保留过。啊，所以要认识菩萨的事业，佛的事业就是教学。啊，除了教学之外，他什么都不搞啊。终身教学，纯粹的教学。啊，佛门里头没有组织，没有团体。啊，确确实实它是个学校，不像其他宗教有组织，佛教没有组织。啊，而且佛教只管教学，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佛可不管这个事情。所谓是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一天只是跟大家上课讲学，解答疑问。啊，用什么方法来修行是你个人自己的事情。你修行遇到困难了，遇到障碍了，你提出来，佛给你讲解。啊，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就晓得怎么个修法。啊，修行两个字，这个意思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包括身口意，啊，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言语是口业的行为，身体造作叫身体的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这个意思要懂啊，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啊？生活上修，工作当中去修，待人接物之处去修，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了过失就把它修正过来啊。善恶的标准是经典，啊，分开来说，经论是修正我们思想的标准，戒律是修正我们身口的标准。你们没有标准，怎么个修法呢？啊，这些不能不懂得了。寺院庵堂，大众在一块行熏修，定的一些规矩，那叫礼。啊，那叫秩序。啊，大家在一起有秩序。有礼节，不乱的，啊，整齐、庄严、清净，啊，这等于舞台表演一样，让社会大众看到了，生欢喜心，生恭敬心，是这个意思。啊，真正修行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所以佛法才讲重实质不重形式。
啊，形式是表演对社会大众的，啊，那叫仪规。真正修行是起心动念，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叫真修行啊。啊，不离菩萨，菩萨业。啊，今天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叫菩萨业。哎，可是有很多在家人受菩萨戒了，受了菩萨戒，不知道什么叫菩萨业。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假菩萨又名无始啊，真正修菩萨业的，没有受菩萨戒，诸佛如来承认他是菩萨，龙天善神承认他是菩萨，世间人不承认。世间人认假不认真啊，你就受个戒，拿了戒牒去了，哎呦，你是菩萨戒了，你是菩萨了，他就认这个，其他他不认识啊。所以真正诸佛菩萨天龙善神，他认真不认假啊，那个戒牒不算数，那皈依真也不算数啊，你得要搞真的，不能搞假的。啊，最后这一句的，这最重要的了。不离菩提心供养。换一句话说，菩提心是供养的根本。菩提心从哪里来的？从如法修行来的，不如法修行哪来的菩提心？菩提心是觉而不迷呀，念念觉而不迷，这是菩提心。啊，在我们这一部经的经题后半段，清净平等觉就是菩提心。想想看，我们在一切处，在一切时，一切境界，一切境缘当中，是不是都能保持住清净平等觉而不迷啊？这是菩提心供养啊！以这七种供养，上供养诸佛如来，下供养一切众生。为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是平等的，这是真供养啊！我们把佛看得太高，把众生看得太低，错了。你没有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平等心，你心不平等啊！你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这个所有供养全是假的。修人天福报，那我说这好事情啊，不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不能帮助你往生啊，有菩提心就行了，有菩提心你干这个全是功德
啊，你念佛求生净土决定的生。为什么？你的心是清净平等觉，这菩提心呢？啊，早年在美国，我跟大家讲菩提心就是用经体。啊，菩提心有体、有相、有用。啊，体是真诚。啊，它其用有两种，一个是自用，自受用；一个他受用，也就是一个是自利，是利他。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全是自受用。啊，他受用的呢是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是从真诚清净平等觉里面生出来的，真正的慈悲心呐！啊，真诚的慈悲、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正觉的慈悲，这是佛菩萨的菩提心。所以这个经三辈往生里头讲得很清楚，往生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十二个字讲得清清楚楚 啊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啊，或者欧耶大师讲得好，讲得简单，讲得真实，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真心真愿往生，这个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觉慈悲，就具足了。啊，所以不少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啊，国内人讲的说是没有文化的，哎，念佛往生瑞相很好，那人家心地忠厚善良啊，啊，也就是所说的老实、听话、真干啊，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成功了啊，他真干了，真的如说修行啊，他真干了啊，所以他真有成就。又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啊。如是像行愿品里面所说的，你把这些东西都能做到，都能落实，那你是真供养。用不着在佛菩萨面前念供养词、念供养咒，不需要，也不需要在佛菩萨面前去烧香供花，那都是形式，那不重要啊，重要是这些你真干了，你真做到了。菩萨以文明故啊，这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聪明，菩萨的福德啊，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
或者听到弥陀经，听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能与上述种种供养中，前面所讲的都是经里头经文都说到的啊，像这些供养的时候，精勤修持，二无懈怠，与厌倦之心，他真干，学一条就做一条，学两条他就做两条啊，他真做。你看精勤修持啊，精是不杂不乱，勤是勤快，不懈怠不懒惰啊，真干，这勤字啊，修是用佛法这个标准修正自己的错误念头，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行，他真干真修啊，持保持不会失掉，就是说天天都干啊，没有懈怠没有厌倦，越干越欢喜，当然不会厌倦啊，你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修了几天的感觉的烦厌烦，不想再干了，那是什么呢？你没有达到法喜，你没有得到欢喜啊，真得到欢喜了，他肯他就继续去干了啊。为什么得不到法喜呢？你不是用的真心你心不在意啊，学佛求的是什么呢？经题上就是的，我们修行最重要的是修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所以这个东西与世间的荣华富贵不相干，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世间人心目当中希求的是荣华富贵，学佛的人心目当中所希求的是清净平等觉。你得到了，你怎么那么欢喜呢？啊，清净心里头就有定了。平等心定的功夫就深了，觉是大彻大悟，定慧圆满了啊，清净心现前，真落妄念少了，心定下来了，不再向外境攀援啊，这里头有真乐，叫知足常乐啊，你看一般人他有需求，你没有了啊，亿万富翁他还想赚钱，还在患得患失，跟你相比差远了，为什么？他不知足，他没满，我这圆满了，满足了，我不再求了，满足了啊，我圆满了，他没圆满。圆满的人离苦得乐，没有圆满的人他在苦当中啊，他患得患失啊。
他有忧虑，有烦恼，怎么能跟你相比？啊，故云：勤修无懈倦。啊，这是偈子里所说的“勤修无懈倦”。以上皆因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都是文明所引发的。啊，认真修学，他入了境界，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下面我们看第三段，那就第三首偈，赞佛故土。前面是赞阿弥陀佛名号功德，啊，这个地方赞叹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上啊，不能跟它相比。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我们这个世界今天这个高楼大厦，啊，是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啊，富丽堂皇。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为这种享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看出来了，社会的动乱，啊，烦恼忧患，啊，地球的灾变，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极乐世界之美好，超过我们一万倍的不止。那个地方的人没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为什么？你生活所需的，你想要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叫圆满的福报啊！随心所欲啊，谁供养你的？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供养的。啊，阿弥陀佛这供养从哪里来的？因地四十八愿，五戒修行功德的成就。怎么来的？啊，真实功德成就啊！他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到极乐世界肯定是用他的方法来修行，我们的成就会跟他一样，绝不比他逊色。啊，而且在极乐世界很快就成就。怎么能比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都不能够跟他相比啊！你就晓得念佛人的福报多大。
啊，那些老的老阿婆、老阿公，一般人瞧不起。啊，他们就能够老实念，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得到圆满的大福报、大智慧。啊，我们这个世界，大梵天王不如他，摩西受罗天王也不如他，没有人能跟他比。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要知道，要认识啊。经上讲的字字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假话。啊，念老给我们解释，其形色，形是形状，色是色彩，光是光明。相是相状，啊，名宿，名是名言，宿是宿量，皆不能称说，说不尽的，说不出来，它太好。啊，无与伦比。啊，又无能辨其轻辨，轻是清楚，辨是辨别。啊，没有人能够把极乐世界的美好讲清楚、讲明白，没有这种人。世尊赞叹。给我们说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也搞不清楚。啊，佛有个比喻，等觉菩萨看西方极乐世界，犹如各罗望月。啊，这是说他的理解，不是说他看不清楚。啊，你让他讲清楚、讲明白不行，他讲不出来。啊，只有佛能说得出来啊。所以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呢，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赞叹到极处了，盖彼土殊胜微妙，非言思所能及。言是言语，思是思想。言语没法子说，说不出来。思想想象不到。啊，换一句话说，出乎你想象之外。啊，故曰：观彼色殊胜刹了，微妙难思议。啊，彼就是极乐世界。啊，刹是居住的所在。啊，这两句是经文。在大乘教里面，刹多用在道场上，叫佛刹，佛道场。啊。微妙难思议，微是精微，妙是玄妙啊，奥妙啊，啊，无法想象。我们总观世尊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除了这三部经，专门讲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啊，专讲极乐世界。
在一切大乘经教里面附带说的有一二百种经呢，都讲到啊。啊，黄念老这个注解，你看引用许多经典，讲到极乐世界地方。我们读这部注解，等于把许许多多的经论啊，跟祖师大的注解我们全都读到了。对，这个注解难得了。啊，种种庄严入一法句，即清净句，即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句子出自于往生论，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引往生论这一句引的很多，有十多次啊，所以我们念这个句子就念得很熟啊。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是清净句。什么是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清净智慧无为法身就是一法句。这八个字的意思很深，深是代表现象，法身是代表原始的现象，也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叫真相啊。为什么叫真相呢？没有扭曲的现象，没有产生变化的现象，这是真相啊。我们十法界的相，六道的相，通通都扭曲了。为什么扭曲了？它有分别之处啊。那我们就晓得了，诸佛如来的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它只是心现，唯心所现，它没有实，它没有实别啊。所以心现这个现象永远不变的，不变就是真啊。如果实渗透在里面呢，为实所变，就把这个真相扭曲了，产生变化，变成了异象啊，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啊。这是没有变的相，没有变的相叫法，叫法身啊，叫法相啊，是这个意思。你一到极乐世界去看到，是唯心所现的相，没有实别。因为那个世界的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他那个相叫真相啊，叫实相啊。实相的人，人相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它：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古时候印度人称为人中的贵人，
啊，富贵人的相啊，这个德相啊，它有32相80岁行好。啊，这是世间。啊，大富大贵那个相貌圆满的相。啊，我们中国古人呢看相啊，你看有贵相啊，啊，这是世间说的。佛常常引用32相80种好，是世间人能理解的。啊，那极乐世界人呢，我们见到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观经里面有数字。啊，阿弥陀佛所现的报身，就十报图里面阿弥陀佛现的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呢有84000岁行好，这是把数字说出来，实际84000代表圆满的，真的是代表无量无边呐，说不尽呐，也赞叹不尽啊。那么这样的身相，每一个到极乐世界人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相同一样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的，每个人相貌不一样就是不平等。如果你遇到两个人相貌一样，他们两个人性格脾气都会相同，嗜好也一样啊。我遇到过一次，不多，就遇到过一次。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我们同班同学姓张的，名字忘掉了。那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在南京一中念书，也一个同班同学，跟他相貌长得一般一样。啊，我就把他叫过来，说他有哪些好处，哪些毛病。他说：“你怎么都知道？”他以为我会看相，看得很准。我就告诉他，我不会看相。过去几年前有个同学长得跟你一样，大概你们两个人差不多。果然一样，所以是相由心生的，他相貌一样，他们心念相同啊，他相貌接近的。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清净心，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执着放下了，不就都一样了？啊，阿弥陀佛是这样的，每一个往生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到那个地方相貌完全相同。啊，但是凡夫到那边不行啊，凡夫生的凡圣同居处，你的烦恼习气没断呢，待业往生呢，那怎么能一样呢？待业往生也一样，这就奇怪了。啊，48愿第20愿里都说过了，这是阿弥陀佛加持。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他这一句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没讲。啊，只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是生的生。通通都是阿惟越智菩萨，那当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应该是一样的，一点都没错。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他给你，你真能接受啊？
啊，体质相同的，字幕真经色身，无量相好啊！啊，我们世间人要修这个相好，那你就要记住，这个经上说的这阿弥陀佛这段历史，你得用无界时间去修行。啊，才能得这个相好啊！啊，他修成了送给你啊！你一到极乐世界，你就走入阿弥陀佛的境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啊，不要自己费那么长的时间修，你就得到了。啊，得到这是阿弥陀佛加持。啊，到什么时候？自己真正切入这个境界呢？啊，那就是在极乐世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真的是你自己修的了，自己修的跟阿弥陀佛所修的完全相同。啊，这个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呐！啊，我们不用这个方法，说自己修成功，那到哪一劫？佛经上有说无量劫，没有讲数字，只讲了无量劫才能修成。啊，所以真真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世界，别说修那么高，这51个阶级，我们第一个阶级修到了，就算不错了。第一个阶级，想想看，能成就吗？啊，实性菩萨里面的初性位，这是第一个阶级，实性等于小学。初心一年级啊，佛法里头的小学一年级啊，他需要的条件，身见破了，也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做到了，你入这个境界了，虚脱幻了。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念《金刚经》，粗心大意，总以为那是菩萨境界，那很高很高的。啊，没有想到这最低的、最起码的条件。啊，小乘最低的条件，粗苦。啊，大乘最低的条件是《金刚经》后半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什么？念头，念头断掉了，意思比前面深了。前面是立相啊，没有立见呢、啊。后面是这种意念都没有了啊，那是大乘，都是讲最低的这个阶层我们能做到吗？啊，真正明了，身不是我。啊，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不是我。
啊，我所有的衣服有人要，我脱下来送给人，很欢喜。那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身有人要的话，你把舍身身给他也很欢喜，没事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舍身，身死了不就舍身吗？又投胎又得了一个身，不知道换多少次的身呐、啊！换身换的太多了，六道的身通通都换过。这身不是我，不要为这个身呢、啊、造罪业。啊，众生造罪业，为什么不都是为着身吗？你冤不冤枉？身不是我，啊，为他造罪业，不值得了。啊，可是造了罪业，真受报啊！啊，第二个要破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立。啊，对立就有冲突。啊，你看粗苦，一年级这个关都突破了，跟一切人没有对立，跟一切事没有对立，跟一切万物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平等。没有对立就完全没有冲突了，啊，和谐就出现了，啊，和平就出现了。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和平？就是对立。啊，为什么会有冲突？从对立来的，对立化解就全没有了。啊，第三个成见断掉了，成见自以为是，总希望别人听我的，我不愿意听别人。成见放下了，就能够随缘，什么都好，就真正能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成见是你心定了，你有智慧了。啊，别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这些业因果报你全知道，啊，通通能随喜，随喜当中救他。啊，帮助他回头。帮助他觉悟，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方法高明啊！啊，所以你自己不到这个境界，你没法子教人。啊，你就晓得这个多难。往上去，一层比一层难。所以，从初性位到等觉要无量劫，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突破六道轮回太难太难了。啊，见思烦恼要断尽，啊，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无明烦恼要破掉，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这两关，佛的形容是无量劫。啊，那遇到这个法门就方便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劫就变成，这一生就成就。不要到第二生，这一生就成就。
我们真正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我这里真心真愿决定能往生，这就叫入一法觉，你就入了。你有怀疑，你没有入；你有夹杂，你没有入。因为这一句是清净句，不容许夹杂，不容许怀疑。不夹杂，不怀疑，你就是真实智慧。到极乐世界，你就证无为法身。啊，无为什么呢？不是创造的，啊，不是因缘生法，就是无为的。啊，我们这个地方在六道轮回是有为的。啊，你跟父母有缘呐，你没有缘不会找他。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把它归类为四大类，叫四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不是这四种关系，不会成为一家人呐。啊，过去父母对你有恩，你是来报恩的，来报恩的这个小孩子一定是孝子贤孙，他来报恩的嘛，不是来捣蛋的嘛，会很听话。那那个报怨的可就麻烦了，他是来报仇的，找惹祸的，啊，那就叫大不孝啊！哎，前世有关系啊！啊，来讨债的，你看他欠他多少？欠他少的，养个一两岁他就死了。他讨债，讨完了就走了。啊，欠得多的，可能你要栽培他念书，念到大学毕业了，他走了。欠得多的，啊，还债的呢，那就看他欠你多少。啊，他欠你少，对你物质照顾、生活照顾啊，勉强给你能维持。要欠得多呢，他会给你很丰富，物质生活享受很丰富，没有孝顺心。这四种状态啊，不是这个关系的不来啊。然后你再想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亲戚朋友关系，通通是这四种事情。啊，那亲情淡薄一点，一家人亲情很浓。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你要看破之后啊，亲情就容易放下；看不破，这情执很难，这关不容易破。啊，这一关对于学佛造成严重的障碍，啊，障碍你开悟，障碍你往生。极乐世界依正，啊，依报正报，悉是真实功德之所庄严，平等普现。同时出现的没有先后啊！啊，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在《华严经》上殿下的基础啊，《望经还原观》里面讲得非常透彻啊，宇宙不是进化的，进化讲不通，一时的一些。
一念顿现啊，而极乐世界的一报真报无比殊胜庄严，都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十相是自信呐，称心的功德，自然的成就啊，或者我们说究竟圆满的成就，啊，要细说呢，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四十八愿，相续的无界修行成就了，啊，这个是说明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的力量不可思议，我们自己是因为这个善念净念功夫不够啊，为什么我们心是散乱的，不是集中的啊？佛在经上常说，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智心一处那是很深的禅定，他心里只有一桩事情，除这桩事什么都没有，这叫智心一处。啊，我们的心妄念太多了，啊，散乱心，所以起不了作用。啊，散乱心要想化解灾难，有一个好方法，集体意念。啊，我们集合几十个人几百人啊，来修法，在修学的这个时间里面，或者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把所有一些杂念统统放下，我们专念一桩事情，会产生效果，叫集体意识。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实啊，你像江本博士，哎，我看好像我们那里有本书，有他的书。啊，过去他在琵琶湖做的这个实验，他找300多个人，时间一个小时。啊，请一位老和尚，90岁的老和尚带领大家，在琵琶湖旁边，他有个海湾，这个海湾是死水。啊，20多年。水肮脏啊，味道很难闻啊，他们这300多个人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举行一个小时，大家通通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要有，只念一句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啊，300多个人就一个念头，这集体意识做了一个多小时，3天之后，这湖水真干净了，干净了半年。这说明啊，意念能够改变环境啊。那懂得这个道理，今天我们遇到灾难，如果说是有几百个人、上千人，我们集合在一起，用一个意念，灾难化解了，灾难化解了，真的就化解了。啊，江本那个实验很有价值啊。
啊，在今天这个灾难的时候，这个实验应该值得提醒大家了。啊，珍惜作用。啊，原理是什么呢？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一切法从心相生，就这个道理。啊，那今天灾难从此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人心念不善。啊，不善里面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怀疑。不相信。啊，甚至于连自己都不相信。啊，更不相信念头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我们的念头是什么？贪的念头，嗔的念头，痴的念头，傲慢的念头，怀疑的念头，把这个山河大地全扭曲了。特别是怀疑。怀疑所感的是大地松了，不坚固了，山会倒下来，地会沉到海底去。这个时候这怀疑。啊，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对祖宗有信心，对圣人有信心，对圣人教诲有信心，信心一建立，这个大地它就坚固了。啊，那我听说日本这边的同胞们啊，非常崇敬地藏王菩萨。地藏经上讲，监牢地神，那个大地啊，监牢什么毛病都不出啊？怎么会出毛病呢？啊，实在说，要好好的把地藏经拿出来研究研究啊。能救这个世界啊。现在大地出了毛病啊，要找地藏菩萨。啊，那你得有信心，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能成就。真有信心的话，他真有感应啊，不可思议啊。啊，我把这一部这个现在这一部《无量寿经》讲圆满之后，我再来讲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对于这个世界有好处。啊，所以它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实在讲，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十相功德之所庄严，不过里面有一些妄想分别执着在里头。啊，再讲的粗一点，里面夹杂着贪嗔痴慢疑，把十相功德破坏了。啊，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要知道它是平等普现。啊，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平等普现，为什么？人心不平等，万法就不平等。人心平等，一切法都平等。啊，一定要记住，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人心好了，没有一样不好。啊，人心真的是清净善良，不会生病啊。啊，人要生病，就说明你的心有了问题。啊，心性不善呢，才会生病啊。那清净善良怎么可能生病？都不可能的。纯净纯善的人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山河大地怎么会有灾难？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相信佛在经上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故下云：功德普庄严，如是妙土。如经云：超于十方一切世界，故云诸佛国难比。这话说的是真的啊！如是妙土，这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妙啊！实际上妙是什么？是妙心成妙土啊！妙是什么意思？空有两边都不着，就叫妙。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妙。那什么？那就纯粹是天然的，就是前面讲的摄相功德。确确实实是心性，没有实变。起心动念是实。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识，识会变呐。所以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把这个自性所现的相扭曲了。不善的念头非常非常可怕。不但伤害自己的身心呢，破坏大自然的环境。这要不识大乘佛法，我们不会知道啊。那现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拒绝佛法，说佛是迷信，不愿意接触。那这个里头有化解灾难的这个方法，你不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就不懂啊。科学的方法不能解决。科学家没有人去提醒他了。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球上，大概是5-6万年之前，科技也相当发达到相当的水平了。人类贪嗔痴慢疑膨胀出来了，大概比现在还过分一些。大地沉到海底了，亚特兰蒂斯沉到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大西洋。有一些预言说亚特兰提斯会浮起来，那个地会浮起来，但是它浮起来之后呢，美国跟欧洲会沉下去，所以大家听到也害怕了。美国欧洲会沉下去，它会浮起来，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沧海桑田的风水轮流转了。风水为什么会轮流转？风水随着人心转，人心善越转越好，人心不善越转越坏，就这么个道理。最重要的我们要能相信，极乐世界居民太好了，是阿弥陀佛挑选的，心行不善的不能去。
他不来接引你，你不晓得在哪里，你找不到啊。啊，所以一定要心地清净善良。啊，真正肯回头，肯改过，那就待业往生。啊，临时想发个愿，我改过，到那个地方之后啊，老毛病又变现出来了。这个可以骗别人，骗不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遇到这个人，这个人不是真心，不接他，啊，不会来接引他，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得上纯净纯善，啊，所以他的国土，这个居住的环境永远保持这么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得了，所以我们现在。要修好因啊，将来到极乐世界去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